把它的茎画出来。摘一下嘛，还摘一下啊。我们呢，炸颜色呢，跟刚才的不太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呢，不炸了，我们再换一种啊。这是一种秋桂的一种花叶，秋桂的花叶呢，它是一种职业性的，哎，你看这样的，哎，这种云上的，哎，画起来呢，倒也挺有味道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它这个线条呢，很有节奏的，这样画下来。啊，我们来画一下啊。水分多一点，啊，墨呢稍微多沾一点，因为它比较长，啊，那么我们先把它中间的一条茎画出来，这样啊，那么边上呢，它有一种有点灯簇墨不多了，那么再沾一下。好，你看我画好三张以后呢，我们给一下颜色啊。这个颜色呢，啊，面上的呢不是花青，我们可以用那个16的啊，16的颜色呢，不要调，哎，不要用其他颜色拼，哎，